总理是和盛明这样配合，我是你奶奶，你是我孙女，你现在又是你女朋友，合适。你这药下的太猛了，哪有下这么多大方的？你懂医吗？快赶紧送医院去，媳妇这么多，我早上去医院吧。不去医院，你开药吃，我相信你。他是中医，本队还有中医，我可以相信他。他家里实习在四川，他自己中医大学不是在读。我怕你到坑里，我是医生，我得给你负责。那你有没有想到你之前臭了？拿下的是真的话，你有没有办法？想好了吗？生是我的人。什么意思？你长这么大没人跟你表白过呀？表白？我确实是没见过人家在上大号的时候表白的这种情况。那你现在想？你不是喜欢萌萌吗？你之前不是还为了她要死要活的？她只是病人，是妹妹。那也不该是我呀，你喜欢我什么，你图我什么呢？我吃的多，又爱打架，没爹没妈的。我都图，图你能给我做饭，还能保护我，还没有多出来的养老对象。因为在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的时候，你愿意生死相托，那我只好以身相许了。咳嗽、贫穷还有爱是无法隐藏的。